啊，比他过去两个赛季都来得高。邱志成打第一球，在中间方向，这球还蛮深远的，落地是一支安打。现在撒会上到了二垒，两好球两坏球。这个球在界外区来看一下有没有守备的机会，捕手林承勋这个飞球接杀。这两年是掌握到机会表现哦。这个球右边方向一垒手接球踩垒，两出局。在面对这种洋将的部分，机会就会比较少。那基哥这一棒打成了左边方向的安打，三垒上的小黑要回来得到分数。缠斗了很久了，最后基哥还是击出了安打。嗯。第一局的狮队这边的攻击，在从陈杰宪跟陈庸基这两棒哦。林总今天赛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也提到，今天因为是在主场的比赛哦。先来看一下三垒手潘杰凯拦住这个球之后，对角线的传球刺杀了打击的王顺和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哦。中间方向这个滚地球穿越出去，林承勋打出了这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安打，龙队的第二次安打。值得去检讨的部分哦。看一下这一球，三垒手潘杰凯，这现在对他来讲都是小菜一碟。教练也蛮常自己喊暂停上去跟投手这边做更换，或者是投手暂停。哇，叶中比叉叉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林承勋到嘞，被抓到呢，结束了这个半局啊，形成了变相的三上三下。你安打就必须要出棒才会形成。哦，这个球，右边方向的球迷朋友，这个飞球过去了，这是个红浪。小黑直接用全垒打来增加一个安打数哦，142次的安打，那今年赛季的第四轰，同时队再添一分的2-0。这样双方的安打数就拉得更近哦，只差一支而已。会不会是在最后一场11号的双方对决的比赛哦，见真章哦？所以到时候陈忠威下来打的时候要比试吗？对，就像小霍讲的，就是今年小黑成长。寸土必争的比赛当中，一次长打哦。先来看一下苏志杰这一棒右边方向的球员朋友，注意注意注意，球来喽！哇，苏志杰今年的第二轰啊，等了很久啊。哇，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哦。嗯。哇，真的等了很久，苏志杰在球季的尾声呢，击出他今年赛季的第二支全垒打。嗯。狮队特别需要的长打，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两支哦。刚丙总那个等待要击掌的表情，就是说单脚步啊，哦，终于来了哦。好久没跳舞了，好久没跳舞了。狮队现在也是需要气氛哦。对，要进入季后赛的球队，气势是最重要的。那场上投球也换成的是裴瑞兹，裴瑞兹上来第一个球就被打出了安打的话，那确实蛮有可能哦。这个球三垒侧的软弱的滚地球啊，接球之后传一垒，打者出局哦。不过这滚地球是有推进的效果，一垒手拦截住这滚地球之后自裁垒包，没机会了、哦、嗯，两出局，跑者来三垒。应该是林鸿玉当过一日总教练、是。右边放上了滚地球，一垒手拦截住要抛给补位的投手，刺杀了打击的刘俊伟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那龙队在这个半局的进攻最后是留下了三垒的残垒，并没有办法攻下分数，就是接下来都不再打安打，就是0.33923。哇，这个球保送哦。嗯，上来借机打击，这球打在三垒手的管区当中，接球之后对角线的传球刺杀了打击的陈崇鼎，不过这个滚地球有推进的效果。
然这个球挥棒落空，打劫林祖杰遭到了三振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。狮队在这个半局并没有再添分数。五支安打里面有三支是长打，两支是全垒打。先来看一下林黛安，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，也是一支安打，再追加一支安打。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，中外手很快的就定位，一出局。像苏志杰也好，陈胜平也好，今年面对左投手的打击表现不是那么的漂亮。哇，小黑的第三支安打出现喽！而且这场比赛他现在一垒打、二垒打、全垒打有了，到了击球啊，形成很多的安打。打在游击手的正面，先传二垒，要再往一垒送。哇，这个滚地球变成了双杀打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不占洋将名额，这个球被刘俊伟打穿。刘俊伟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，变化球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，两出局。是来自于他的好控球。阮成林这一棒，哇，也是安打。哇，这个球盗垒啊，双盗垒！哇，选手自己跑的吗？再来一颗，马斯克斯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龙队在，哎呦，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坏球。那我们过。先来看一下这个球打穿了右边方向，是一支安打。原本在一垒上的跑者现在要跑三垒，陈崇廷滑上了三垒，林祖杰想要浑水摸鱼，但是摸到大白鲨，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被对方咀嚼的方的状况哦，影响了整个得分的气势。哇，这个球还没有接到啊！那现在三垒上的这一分回来是没有问题，林家伟也上到二垒，第三次是右外手接杀。这个球打成了滚地球，苏杰遭到了刺杀。那原本在垒上的林家伟上三垒，打第一个球在中间方向，这个飞球最后是遭到接杀，结束了八局下半同狮的进攻。这个半局狮队是再追加了一分的保险分。那要赶快利用最后这几场比赛把手感调回来。游击区的小飞球代打林孝成遭到了接杀，一出局。中间方向的飞球还蛮深远的，小黑向后退，来到全垒打墙前，这个飞球进手套，两出局，看点还蛮多的。外角的速球，一垒神说有出棒啊，那这场比赛要结束了。达摩样遭到三振啊，那也结束了今天的这场比赛啊。同时对这场比赛最后是以4-0打败了味全龙队，那也结束了今年的龙狮对抗啊。那两支球队在下半球季是6-6。不过在全年的部分呢，同时队是有着14-10的领先优势。对战的优势，那这场比赛同狮的赢球也终止了在台南主场的2连败，那也是龙队今年在台南主场台南球场的5连败啊。今年龙队来到这里是3胜7败，那这场比赛最后胜投给的是胡志伟，那龙队的先发投手刚龙则是承担了这场比赛的败投。那同狮队这场比赛在第一局又攻下分数，那3-4还有邱志成还有苏志杰两支全垒打追加了领先，那八局下半也添了一分的保险分，最后是以4-09。这是赛后的这各项的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。